告别观者的曲题，我每知道让人都是浅如说长的，听待他而听在前两位春天的祈求浅如恩赐，我们的主教李葛了假赖在辅国寺获得圣德的官媒地位，并就浅如是他的令位与中圣徒欢聚以期，但愿浅如在审判时对他大发慈悲，但愿山木基督带他安放天祥，领受天主神父所赐的平安，但愿他随同神天主左右获得永生的幸福。天主的圣者青睐扶着他，善主的天师青睐应接他，清洗了他的灵魂，转向于至宝德的太监，基督既召唤了他，愿主收纳他，愿愿天师令他到圣徒的怀抱中。主，并求你以永远的广命传耀他。全给了我，把世界给了我。
我想起昔日周旋在欢乐的群众们，在群众欢呼赞颂的歌声里，领他们招进天主的圣殿时，我的心不免感到忧伤悲哀。我的灵魂，你为何悲伤？为何忧苦？期望天主，因为我还要向他送祝，因为他是我的救援，是我的天主。上主踊跃欢呼，因为正直的人理应赞美上主。你们应向他高唱新歌，在欢呼声中奏琴吟额，因为上主的言语是正直的，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忠实的。他爱护正义和公理，他的慈爱弥漫大地。
句话诸天造成，因上主的一口气万象生成，他把海水好似聚于皮囊，他将汪洋好似储于池塘。